아, 가니. 为什么不早点回来？对不起，回来晚了。啊，回来晚了。他带的啥呀？征服者。你第一个 Q 必须给我空。还打了个点烟，挺好。这小兵能否别卡我了？走，回家。脾气这么大吗？啥脾气呀？阿卡丽不带闪。他们老整着不带闪的，阿卡丽、老母驹、大树，还有什么来着？都不带闪现，还有那青钢影。不带闪现可以，但你能不能玩好不带闪？我拿一血的概率其实是挺高的了，我说实话。给我冲，直接追，硬追。乌迪尔一旦粘上人了，就走不了了。嗯，不带闪现，乌迪尔来又死了。哎呦我这兵补的。我们去帮一下这乌迪尔啊！傻眼儿了，那这蓝反不了了。哎呦！反不反蓝，咱其实无所谓。那有个小兵怎么卡门底下去了呢？这小兵啥意思？小兵卡塔底下去了。小兵罢工了。这波其实不是那么很好打，我们不太想找他打。但是如果阿卡丽这么怂的话，我们可以尝试一手，两个 Q 全空了。刚才那蛤蟆去哪了？你们看见没？啊，我看见了，不用你们。从哪来的呢？你俩想好没？你俩真的要赶上我吗？再见，走位。我咋没升呢？
哎呀，给我拍死了！拍死拍死吧，挺赚的，其实。皮孩来一个，咱们就不带药了啊，不出药了。阿卡丽零杠三了。哎呀，我无敌！我蹲他。你蹲他蹲的，我说实话没啥意义。因为那阿卡丽没了，这边他俩来围剿你，你咋办啊？啊，不来了。为什么韩服不喜欢闪现？不是啊，就都这么带的呀、啊。他们觉得阿卡丽有位移，他就不需要闪现。其实阿卡丽，你干哈呢？我操！我被秀了。你想生然后杀我，那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给你机会。你以为你这点小伎俩我能上当？不可能的，小伙子，我们去吃狗屎，回头过来找他。不用回家，他七百血，我也七百血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。小兵还搁这卡着呢。行。这叫什么？人在塔在。很有可能他在草丛里面蹲我们，所以说啊，小心点，技能不要着急放。技能我一个也不放，你敢蹲我，你出来我就干你。我先抠抠我的鼻子，好，他在中路出现了。谢谢欢乐马，谢谢欢乐马啊！感谢马。直接把他上塔给他拔了，一血塔拿下。放吧。等一下，耀光，唉，真是操！等耀光都没打死。什么意思？嗯？原来是我们家的卡牌。这无敌人也太不怕死了，那蓝 buff 你敢打呀？不敢打吧，没办法，打不了。先来个水银海。
我往下走。来来来，有没有技能？可以打来，一抓转起来 ，W 平 A，Q 再转，给我追！全得死。把下塔给他扒了。没事，我先帮你杀他卡牌 ，W 走，别急，放 Q，Nice， 死 ，Q 一下，小龙拿了，卡牌敢飞舞啊？如果阿卡丽传送了，可以刚才。阿卡丽没传送，他们相当于是送。我直接回家磨切不合适，不来磨切了。谢手。你说你们俩杀一个 ADC 还得交俩大招，完事还能换一个，真丢人呢。可惜了。可惜了。不是你俩能打过我吗？跟我玩呢，是不是？这虚区，突然之间一波虚区有点高。先上阿卡丽好了，哎不行，先上阿卡丽我也死，那蛤子伤害打我疼，阿卡丽没啥伤害，有大全杀，那没办法呀、啊，交了那咋整啊？没关系。我马上到。给我起飞，给我全体起立，给我起立，给我追，算了，零换三可以接受。
再创一头，不打了，看看红有没有。深眼给他们家放一个，这寒冰挺爽啊 ！AUA 的，啊，这寒冰 A 人 A 的挺爽啊！你有伤害吗？有伤害，区区这么高吗？这阿卡丽区区有点过分呢、啊，这英雄啊！卖了差660，不行，我看看我们出点啥啊。阿卡丽打人有点疼，感觉出啥也没有。还得是我们虚区高一点。모든상황에대비해。反向虚区。这波出魔切也没跌出来，不合适。跌出来再出吧。先来个这个。길만알려줘。乌敌人等级挺高啊，我们拿个小龙，32级啊。是我们等级太低了吗？哎，为啥我才11级呀、啊？我感觉我都有点无敌了，我怎么才11级呢？阿卡丽都12了，哈的挂机了啊！哈的挂机，拿下的非常的轻松。